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带着人生去修仙。Facebook、Google 游客，伺服器一个是不是？目前下载次数1000加了，然后评分2.5颗星。这几天上架，有通知我。好，那今天是8月26号。游戏名称 比较奇怪一点的、啊，好，随便选一个吧。修仙常常会二选一，问问题。其实我都是比较偏向右边呐、刚刚那几个人都是比较想要选右边，反正就随便选。好，修仙的话常常要选那个出身嘛，这个应该不是啊。你还能坚持多久？我不知抛弃自由，好，有语音，大陆手游最近都有语音。我只是在祈求。天朗气和，温暖的光他们的从那雕花窗个帘产业链应渗该也进，做得不错。落在正在藏书阁里整个游戏的翻找产资业料链，的两负个责身画画身的，上。负责做音乐的，负责配音的，声音什么的。这个字不是念音音吗？是不是念音音？再找了，再找了！这里的书籍残卷好多呀，难哦，怪这你个每声天线也是有点学那个萝莉音嘛。喃喃飞到半空，试图从书堆中抽出那册我书啊，对卷，哦，却不我小刚选心女引发角了女连锁生反嘛，应。原本高高堆，所以这个是音音吧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念音慢哦，慢印慌象张中地好从像念书音堆呢，里飞了出一来，个一个只一是个没框注起来一意个女自字，己头上还顶着一是不是本念书。音啊？你一面再忍查住一笑下。意，一面帮囡囡把这本书拿下来。正是你要怎找么弄来，啊？大荒异事录。啊，先不管，先不管，我们就先假装他是念音好了。反正我不是国文讲老到师就啊，好，随便念。不过主人对他们的事儿也太上心了。就二小姐和你也早不是一个班期一上开始的，刚做一都是天赋些，好，整刚做日影颐片的指时气候，使。夫人更，有人会回复啦，咣的一回声复巨说：“哎，你响，念打错断了啦，囡这囡个字应轻该柔怎的么抱念怨。呢？很好，可以帮我指正一下。现在都没有人指正我讲错也你没人抬理起我。头，惊讶的看，你可知罪？”这个地位好熟啊！少装模作样，你明知道仙门大比在即，你妹妹心有跳一计。过，跳过，咱们跳过吧。你缓缓的，正，那是我。你醒了？你愣，看着主人。好，这边不能跳过。换装哦，这是女性向手游，可是我们可怪以不得选有男诗选女云，云想衣裳，令主人。我吗？换装大部分都是女性向比较多啊，比较偏女性向一点，年轻公恋子爱女朝，性向这样，人心毕竟我这里就还有乙你女母亲向，留下来的乙玉女匣。向，我都没，你的母亲乙女。因妃伤，本是父亲的原乙女配，是指那个但一个自母亲逝起，日文的母名亲词便吧，缠绵并甲乙发，丙丁的乙几女，年后便撒手。很就快，女性的意你的思父嘛。亲便将这么多年过。是啊，你想不到这是一个乙女向的游戏啊！吾儿轻骑。把这封，我想，高阳氏的事情，好，这是我已府经林，从是不小友是？那里听说了。我们还家望是您魔力点，勿要太难过，免得留下心结。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府那个府灵。我刚讲的是一个日本漫画啊。你，我就说日嘛，本的轻小说谁漫都画，不喜欢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呢。好就了，是有一天整个家整个被传送话是到这异么世说，界去，你。然后我们家变成一个魔力点。超多魔力，的然后确主有角人变得敲超门，无敌，嗯，然后似乎来者不善，房子的那我个先回避一下。府灵冲着守我护微灵变笑成了一一个女下，生，
身形就疲。再不开门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话音刚，麻是那个房子的梁柱，什么乱七八，然后幻化成人形美少女，然后跟主角男主角发生关系，生出很多小房子出来，这样的一部漫画。报告将军，然后异世界很多龙啊都被他打爆，就龙傲天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超无敌无敌流。然后房子可以一直改造，就见紫月看你要改成什么高楼大厦，然后一堆防御设备啊，激发了这块宝玉，在森林里面建国啊，干嘛的？以他为中心，这样的一部动漫，一部漫画。此消灵玉也没有反应，抱歉。紫月报，话音哎，怎么紫？觉得大陆的手怎么最近剧情讲那么多啊？你就有时候不想看了、啊，然后也没跳过。刚玩的那款是这样，我您玩的我的火有点大，我无就觉得又臭又长。你哎，看见先。行，就觉得剧情太多了，我们拿捏一下，让我们可以跳过。好，打坐修仙一下。果然是修真手游结合换装恋爱吗？就游戏都会有一些标签嘛，那各个标签去结合，就变成这个游戏整个的玩法。话音刚，你遗主人的。哦、真的是打坐修仙啊，还要渡劫啊。好，抽吗？抽什么东西啊？会卷。抽幻灵是不是？这个是幻灵成功，抽这是阴灵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说啦。哦，反正会有很多这种。道林吗？这个游戏叫道林。你带着囡囡，然后有一个家园系统吗？要放置是不是？要派遣是不是？去。然后战斗 ，OK。这种游戏战斗系统不会太复杂，基本上都会做成全自动，他连那个技能释放都没有。然后可以两倍速、三倍速，一二三。我们应该是右边吧？我们是这个啊，刚抽到的。打不过呢，打不过失败，失败要去练等了吧？谁？好。返回。你带着男主人，这道。我们要去修炼吗？点这个聚灵阵，继续打坐。我现在练气初期，直接练气到中，练气中期哦。他没有一二三四，一阶二阶三阶这样，直接就是中期。好，又获得了一个头像吗？福灵，主人还有心。这种游戏最好是你是男生就玩男角，你是女生就玩女角。你重新回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继续。我们的位阶跟他有关系吗？我们刚刚练气初期，现在练气中期，这样子有关系吗？看起来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也没做其他事啊。这个比较偏女生也可以玩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游戏有打广告吗？好像没打什么广告、欸。我看一下有没有脸书啊？我没看到脸书，要再找找看。我来查一下好了 ，Facebook。等我一下，我来查查看。好，查完了，查到几个讨论群啊，有玩家的，也有类似官方，但是那个都没有人 follow， 然后也没什么内容，就只有几张图片章而已。这个就没有代理啊，没有代理。代理商的话就会认真经营嘛。我来看，嗯，那这种游戏就是在 Play 商店上面上架，然后若代理，让我们来下载游玩这样。反正基本上都大陆手游啦。
你要玩手游的话，就是七八成都是大陆了吧？然后剩下两层一层就是韩国跟日本。恭喜主人！我先撇除那种欧美系的、英文的、外国的，我是说中文类型的，常常会玩到就是这些，七八成都是大陆的。台湾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，有的话就几款而已，也不红。对了，你基本上都不知道。那日本跟韩国大概就吃掉两三成吧。天上，天。主人，您都绕了大。正当你头疼不已的时候，好，我们跳过。通关型玩法，那我们可以布阵，目前就布一只啊。修为哦，看修为就对了。哇，直接飞行啊！第一波二分之一。抱歉，打了一个小嗝，刚刚喝水啊，喉咙有点干，有点痰。花灵 ，OK， 自由人还不错，十分钟，十一分钟左右，我们可以换回男生吗？好像不行。来吧，最近很多游戏都是等你教学完之后才能改 ID 啊，然后改名卡他没有告诉我有没有，但是他就没讲这个有 bug 没有讲，那我应该是没有吧。改名卡可能就是你要完成一些任务他可能会送你一张吧。好，这个感觉是有点类似家园系统，没有那个林田系统，田园就修真都会有一个林田，然后你可以去生产你的资源，好像这些资源，然后你就可以修仙，然后你会有一些仙谱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仙谱啊，就可以放上去增加收益这样。好，日常，然后偏女性向的话，它整个游戏的界面啊画风都会比较粉色系，粉绿啊、粉蓝啊、粉红啊都很粉这样，所以这游戏比较偏女生啊，我觉得比较偏女性一点。你如果想跟女生玩的话，就是找这种女性向的，比较有机会认识女生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要透过游戏认识人比较难，因为大部分都单机啊，比较单机一点啊。好，可以打字，没有限制。你看游戏没有宣传啊，没错，所以玩的人很少，所以你看到那个评分 2.5 颗星的话，就是没有打广告、啊、没有请那个广告商帮他吸五分，所以就会很低分这样，那个是比较真实的分数吧。你看那种 4.5 4.6 4.7 4.8 颗星，那都是骗人的 啊怎么突然没音乐。好，我们回我们的这个，我们有分回府跟回城两个主页面，但是只有背景换了，还有这些功能换了吧。主要这个上下左右这个框架的按钮是不变的。这游戏少见的横版修仙，因为大部分修仙放置修仙都是直立视野，然后厨子的部分33啊，大部分都33，虽然台币现在贬很凶嘛，贬到30点多了吧，之前涨到27点多，就是大概是我这频道大概四年了嘛，一开始做频道的时候大概台币我记得是快30，然后后来就一直涨到27，然后最近又跌到30，就是这样子有一个波动。就美金啦，我们台币升值贬值是跟美金互相去比较嘛。好，这个纳戒就是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背包啦，我们背包。仙门就是你可以加入仙门。哎呦，还有一些人，一些些啦，没有很多。毕竟下来是不是1000家嘛，至少有几百个人吧。
哦，你可以加入我，我就先不加了啦，我先不加。啊，马上加入了，想说进来看一下，就大概就签到吧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签到啊？可以帮助我分身育成。哦，好吧，马上就加入了一个仙门。夜霜 IC， 夜霜 IC 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我们加入的是这个仙灵阁令，是不是可以退出吗？马上退出，马上退出，马上退出，有没有？然后可以再马上加入吗？呀，马上加入。我来看一下啊，在这里 ，IC 在这里，他在招人，好像会有一个英文代称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英文代称啊。马上加入，哎，马上可以加入，马上退出，马上加入。这个游戏怎么那么随意啊？好随意啊。然后音乐又不见了，奇怪，他只放一遍音乐、欸。你也太随便了吧，放一遍这个轻音乐然后就没了，然后没有福利就没有预约啊，没有干嘛，没有干嘛，我有预先注册啊，对啊，我有预先注册，他怎么没有预约福利，有点傻逼戏啊，有点寂寞，有点凄凉。好，幻境，幻境是怎样啊？一个挖开土挖洞的玩法，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解锁然后挖地图吧，你可以想象说是挖矿的玩法啦，有些游戏有一些挖矿的玩法，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吧，升级一下，可以升级吗？升级，兄弟升起来，升起来，才七级而已，好惨哦！它是紫卡是不是啊？背景是紫色的，有金卡、紫卡、蓝卡吧，然后绿卡。道理没有很多的感觉，就二三十只是不是？二十几只左右吧，二三十左右而已。好，仙门刚说了嘛，可以随意加入退出。先不管公会好了，我们的仙门。哎、欸，我不是加入了吗？还是没加入成功啊？那没加入成功哦，可以加入哦。它是有什么 bug 啊？哦，好奇怪啊、哦，这游戏各种 bug， 各种 bug。仙门，你看我刚刚进来，它不见了 啊，我又可以加入，好神奇啊，好神奇。这个是建造的列表是不是？随便吧，这边是我们的田园。好，那主线的话在哪里？主线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主线任务解锁，主线任务升级一下。好啦，你不会玩没关系，就跟着这个卷轴主线任务一直做，一直做，然后你就看，你就会做了。幻境应该就是我们的刚刚那个嘛，说要来这边探索，我也不知道探索什么意思的。好，采集，然后我们就派队长嘛，刚刚就这样，然后就可以战斗了。刚刚有遇到坏人嘛，遇到敌人了。好，我现在还很没有说很清楚这个游戏整体的玩法。哦，就一直跟着这个任务做，前往幻境探索。我不是探索了吗？哇，这探索多久啊？我如果召回算不算？
早晚算不算完成任务啊？前往荒境探索没有哎，是这吗？还不具备哦，我现在只能采这个仙果而已啊。元气消耗，出发。好啦，你不一定要做这个，你可以做其他的哦。你可以先做其他的，反正我也是不太了解啊，哦，不太了解，毕竟是一个新游戏嘛。哦，采集报告是不是？他只有一个报告，我以为是什么好康的，反正我正在做事情吧。我觉得你要先抽角色啦，看会直接抽角色。抽角色应该在这边，在这边吧，是不是？刚好像有抽啊，这边没有抽欸。我们可以修我一下，升级一下，然后可以突破一下，渡劫一下。结界要三级，你要去弄结界吧。好，开始弄。好，就是一个比较偏修真的游戏吧。然后我们不是可以换装吗？哦，还有那个各种妆容衣服，有那个换装的玩法。但是好像就这些而已啊。别人说只是当作是一些皮肤吧，哦，一些 skin 这样。时装的玩法。好，那我就先玩到这边。差不多啊，就比较偏女性向的修真游戏，只是比较偏哦。有人跟我说欢迎呢，可是我只是试玩而已啊，所以对不起啊，会长，先这样啦。好了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